我当时听到那，我看了一下那个小女孩，脸色确实已经完全紫了，动都不动了。第一反应就是她应该是气到梗阻了，就用了那个海姆立特。同时我也问了她妈妈，我说你刚刚给她吃什么东西了吗？她说没有。大概四到五下海姆立特了之后呢，再去评估她脸色还是没有好转。然后我就在想，她可能是一岁两个月。小女孩可能是跟老人家一样的，就没什么力气的人，然后我就把她倒立起来，使劲拍背，然后就把鼻腔口腔大量的分泌物流出来了，然后清除了鼻腔口腔分泌物，那个小孩就有了哭声，然后就脸色就好转了。脸色好了之后，就给她测了个体温，是39.6度，又有痰，然后就咳不出来。液体梗阻的话，她就可能海姆立克可能就冲不出来。